我们再来看新北市欢乐夜蛋城第一场风街大型活动下午登场喽，大小朋友跟玩偶一起采街，而童星左左右右也加入表演。 双胞胎童星左左右右打头阵，在新北市市民广场前卖力跳起舞来，后面还有大大的 Open 奖、 Luck 奖，领军大型玩偶跟着节奏一起舞动。现场的小朋友看到超级大玩偶，心情超嗨，超兴奋，纷纷拿起手机拍照录影。这是2014新北市欢乐耶诞城从上个月开城以来首场封街的大型活动，就算天气非常冷，还是可以看到 show girl 穿着单薄的小天使装扮热闹揭开序幕。为了把整个新北市营造成一座大型乐园，特地实施交管。板桥中山路、区运路、新府路，还有民族路、重庆路、民权路，总共6个路段会依照采街时段管制，而其中民权路则是单向封闭，另一侧会进行双向调拨。现场还有16个大气球、森巴鼓队、一队 cosplay 装扮，大家一起采街游行，大型户外盛会吸引不少民众带着一家大小和卡通造型人物一起开心同乐。BBBS 新闻综合报道。